我们这种很像教父形象的这个卡红班级站在这里，这个确实很像教父哎。是的，然后他的平 A 相对来讲，就是因为他是使用一个机枪这种去进行攻击，而且他其实是没有办，是比较难持续去通过平 A 就无限进行连段的。其实你中间需要跟闪，或者你需要在三 A 的阶段就要取消他的后摇，对，你看，对，取消他的后摇去进行平 A。但是呢，做这个不是，然后再看他的一技能，就召唤，哎，四个枪兵去进行扫射，然后二技能自己向前冲，然后一个火枪的一个扫射，大家看，怎么感觉跟罗宾对，先开一个无限火力，刚刚是这样，四个士兵，然后先把这个追加技打出去一个火枪的连段。但是这里长按你会发现，哎，你的技能变成了召唤出来两个士兵，两个枪兵、哦、然后这里还出现了两个追加技，第一个技能是你控制这两个士兵然后进行一圈扫射，然后他就会退场。第二个技能，哎，又把他招出去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在这里重新召唤一下，无限火力这里放完，重新把士兵招出来，长按招出来了之后，第二个技能是把他招到身边，然后其实他会跟着你继续进行攻击，比如说你 EA 的时候他就会进攻， EA 的时候进攻，然后其实你 A 完 3A 他会再跟你进攻，然后他就会退出战场。但是你那么的炫嘛，那二技能长按就更不一样了，两个骑士，哎，四个士兵，对，四个士兵，有两个骑士士兵，然后也是向前突进留下两个，同样你一技能是控制他们向前突进，然后他会退出战场，然后你长按，然后二技能你用第二个追加技是把它换到面前来，也是你进攻的时候他就会根据你的进攻，类似于我们又能召唤骑兵，那么他们肯定是可以一起召唤的，所以就比较复杂的王牌叫一技能，然后这里二技能出来你会发现，哎，又有一技能又有二技能，然后你可以把四个士兵都换到场上，就相对来讲会有场上最多会形成一个五打一的这个阶段啊，五打一，对，之前是三打一，现在直接变成了五打一。这里是两个士兵，然后这里两个骑兵，然后他的小E也是向前扫射，然后你看发现有二段，你看二段是通过控制我们的小E范围去进行一个士兵的这个围殴，对。然后呢，他激斗技刚刚也是一个召唤士兵，然后再来切换到他的另外一个激斗技是一个火力压制，火力压制是相对来讲一个扫的更大的范围，扫的范围更大的一个激斗技，而不是利用他的士兵。然后在这里他最经典的玩法就是先召唤两个士兵，然后再召唤另外两个骑兵，然后一边平 A 一边又会把士兵带到旁边来，就会形成四个人包夹成一个人，然后再进行一个团体在战斗的感觉。然后除了你，大家看刚刚非常感觉平平无奇的一二技能，实际上你放完一技能，然后对进行一技能追加技，然后直接接二技能向前冲，然后再通过二技能追加技也是可以形成一套完美的连招、就是你不管是场上有没有士兵，你其实对面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压制作用的。然后其实再说一点，就是他的小奥义的第一段打完之后，第二段你可以自由的控制他的这个方向，比如说现在我按得很快，那可能就把他按到面前了，就没有打到对方，但是你可以去通过长按，哎，可以逐渐的转，就是你把他转到你想要释放的这个点上，再去对对手进行这个围殴，也会造成非常高的伤害。最后给大家看看他的救急奥义，直接去召唤我们身体内的所有兵去进行我们的持续伤害，也是一个非常高伤害的技能，19304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卡鹏班级的介绍啊，其实在实战中它会更加的花里胡哨，千变万化，利用它的一个经典的传奇艾斯。我们先来哦，两个卡鹏班级的对话，也就是场上到底谁的士兵会更多一些呢？来，这里先长按，直接先召唤两个士兵出来，没扫到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骑兵会往前冲，直接招到面前，继续进行扫射，直接打一个伤害，哎，追加，哎，一二三四，哎，霸哥果然是更了解啊，是的，哎呦哎，你一说完我就断处了，没按到，毒奶到了，没关系，但是我这里还有龙马的这个友情技，再召唤两个士兵压场，再骑兵去进行向前的压场。没关系，就招到身边来平 A 进行骑兵继续去往前攻，然后看看能不能轰到，哎，没轰到，但是没关系，我现在还是有更多的压场扫射，
谢我们场上四个士兵，感谢，感觉罕见的我能把秦良宇压制住，利用我们人多打人少的优势，快跑，再召唤我们的两个枪，也是躲掉他的小一躲，两段闪啊，直接持续进行伤害，这里再换到前面来，士兵的扫射，哎呦，可惜了，没打到。骑兵，哎呦，还行，换了波伤害，只不过二技能的一个追加技，感觉他比我快一点，没关系，我直接再召唤两个士兵，扫射没关系，我有追加技，可以。远程这里我没办法连断了，但是我还有一，哎呦，被打到，直接龙马反过来，没扫到，但是没关系，直接双方利用我们这个士兵的保护，也是拖到了最后啊。为什么我敢这么说？因为我看到要没有时间了，我正好把秦良宇带走，可以，果然是我玩的更久的这个卡，确实，那也是来到了，我上来直接交易，哎，你干嘛？你两个新伙伴的对决，你的手抖了，我发现了，哎，你的手抖了，完了，是罗宾拍死了，要拍死了。完了，哎呦，这里龙马救我一下，士兵压场，都给我冲，四个兵扫射，哎呀，完了，也没扫到，完了，你的兵没有听你的话，对，我没有，我没有把他召唤到前面，对，直接完了，被这个罗宾带走了。感觉真的好像你苦练了很久这个新世界罗宾，确实没事，我还有我们最经典的伙伴之一，我们的 S， 哎，完了，前腰有点大，但是这里活住 AAA， 直接追上来了，哎，小马哥的这个友情技反制也非常强，你现在你有近身，但是我抓住，哎，我又躲掉，我没躲掉，没躲掉了，但没有完全躲掉，很可惜，我本来说利用元素化去进行一个躲闪，哎呦，这个直接被秦川宇远程连到了一点伤害，哎呦，火枪的后摇也是稍微低一些，这里叫陆琪保我直接被闪掉，完了，人麻了，这个罗宾依然很强，熟练度有点高，只能说熟练度有点高，哇，又没抓到，直接啊，又被抓了后摇，完了，然后哎，直接给我看，哎，完了，直接给我看我们罗宾的旧交易，大家看到这个翅膀形态你能想到什么？对，就是那个海域形象，哎，我好像是说漏了什么不该说的，开玩笑啊。好，这次没关系，我的罗宾是满血，我先招一个分身压场往前追，换了个技能，我有 QT， 但是抓住闪掉，我也有小马哥，我也有，好的，这波先召唤激斗技保护自己，完了，又被我们秦川宇进行远程起手了，非常的熟练啊，一整套连招。然后这里我们再用罗宾的一个一技能召唤一个分身，先我保护旁边，然后远程的一个追加，再一个远程的连段，然后扫起来，好快呀！是的，他的起手是相对来讲比较快的，但是他相对来讲后摇会比较大一些。这里我要不招分身，我直接拱，哎呀，没打到，直接被抓了一个后摇，但是这个距离你大招没有打全，抓血没抓到，是小马哥，啊，好，怎么办？小马哥救我，可以，往这里召唤激斗技，防一手，哎，被挂到了，但是直接被追加技，我的激斗技保了我一下，但是啊，